大家听到这个治理的几个要素，三个这个一个演讲给这个男人都把它铺陈的很精，一样要素都在讲，今天的座谈是把同样把它串起。好，那从今天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可以里面有一个从伟杰最后这样讲上来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谈治理有中央、地方、有人民、真正，那你一定要有一个标的，那我现在的标的就是能源。那台湾把这个当台湾的所有的政府的施政里面，唯一有的能源就是水资源。那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台湾的能源就是光跟风。那台湾的消费产生很多垃圾，我刚讲垃圾治理，那我们。消费的进口的能源的垃圾就是它，那所以这边好像可以去讲一下，刚刚提到说地方政府可以负的责任就要处理垃圾，所以它是这样。可是水资源，我们台湾从来就不是地方政府，虽然鱼可能下在那个县那个县好像没有主权，那可是有很多的机构都在管这个水，有分配权或是抢的。那我们台湾现在光电跟风电。这个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治理有这个产能嘛，哈，然后这个节能嘛，哈，还有用能。那彰化现在碰到的一个问题很有趣，这个离岸风电是电厂吗？还是它应该是商业，还是应该是工业？结果它就是工业呀，所以以前在。南美电厂你要回馈，但这种电厂你放在那个架构上要回馈，就这个治理里面就不需要这个。所以前一个县长就是说，你给你盖离岸风电厂，我如果说这是台湾本土，我惨了，你到你给我盖六个，当然是我的。换了一个县长说不要，你给我营养餐。这是台湾四岁来入台生的，活生生的。那今天大家谈的是用这个例子，在地方里面，那如果你是牵涉到它是一个工业，那个区域不管大大小小的电厂，也是民间电厂，寻求许可的那个过程。那我这个做六七年就去辅导这个彰化县台积电，那四公里电厂，你先看到他们传给我那个那，去跟县政府或乡公所的人哦盖章啊，然后来回找那个东西，就是说，啊，你真的是一肚子，问题他就是不会做啊，他不知道怎么去管这个，他想象成一个非常大的电厂，来回，或是说他如果是一个。服务业的话，可能那个许可就很简单，就盖了。所以这个从我们看到的这些过程里面，真的是治理的依据在哪里，然后做事的方法在哪里，等等。所以好，你们三几个人是可以把它串起来的一个，那是不是你们彼此也可以这个攀缘一下，或是我们这个观众可以对。其中每一个互相投入，非常急迫的问题啊，怎么样？如果没有，现在有一个已经有一个问题，那就请。好，我们线上提供的问题是请问地方政府，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利益团体的左右，且通常人才知识匮乏的情况下，是能源转型的障碍。请问要如何通过 bottom-up 的方式形成共识，可以更适切的符合在地的需求，避免天龙国的思维？没关系，那我再讲，要讲这个。谢谢提问。好，这个是一个很实际也很。我觉得就很初，就一开始我们应该做了。那我也承认说，这几天在那个我的 FB 的河道里面有讲到一个例子说，说如果要在家附近
比如砍一棵树或修剪一棵树面临多么困难，实在不是很简单的来修，然后大家都会满意啊等等。就是简单来讲，它的重点就是说，即便是这样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要说的是政治很难。那我也承认，即便是这样，更何况是讲到人与人。但是我觉得有几个基本原则可能可以依靠，或者是去想。第一个，我觉得就人与治理或转型治理来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实验，就是做实验。那想办法让实验出来。那实业从哪里出来呢？我想对地方政府来讲，就是我们很常会问一个问题，说未来怎么办？未来怎么办？但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要问这个问题，或者找到一个好的线索，是我们过去是怎么样，或我们现在是怎么样，就是说，那个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想对地方政府，不管是从北到南任何一个县市政府，一定有很多社区，那每个社区就像刚刚那个赖博士、赖武杰。赖老师提到的，就是社区大学或者他很多小的实验，我想讲的就是说，可能要先地方政府可能有一个出发点，就是说一定有强项，一定有厉害的社区，一定有积极活动的NGO 等等这一些比如说我们中心最近也在做有关塑胶的研究，其实。有超过一半以上塑胶袋是在菜市场，但是这个也不是什么特殊发动，就是民间团体发动，我们如何让塑胶袋减量这样子。那我们想要知道那个他的那个 formula 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做，他们怎么互相学习。那当然我们从这几个 case 也还是有提到几点啊，就是我觉得有几个关键，就是说这些实验或者说这些小的方案，第一个可能还是要让大家得利，不管他得不到利益多的，保证比两块啊，或者说加油公升，每周上升0.5，大家还是会想着去加油。就是说，让民众得利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因。那另外一个诱因就是健康，这是这几年来讲，只要提到健康的话，大家都想要去维护。那这个也就是大家想要 defend 的事情。那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做工的，这个蛮。local 就是大家可以做功课。那大家想说做功课蛮好笑，但是如果说你想到比如说抽血机体，我台湾白费都打计划要去把你的血抽出来，很多民众其实是为了随着下一代健康，为了做功课，其实可是我们 local 的我觉得是一个特色，但是也是一个优势。我们认识自己，我们的居民会想要什么，然后在这边找到一些实验。那让这些实验变成可以让它浮现出来的制度，那我们中心一直以来都包括我个人，我们觉得建立制度是就是由制度而不是个人，即便那个个人一直说 SOP 有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觉得制度还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不能靠领导，所以我们觉得建立制度，像刚刚那个赖老师提到的，还有李老师都有提到，比如说像 co-work 这些。制度我觉得建立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的话虽然这个很原则性的想，但是我们的经验是很多人讲台湾是一个社会躺平的地方，但是其实我觉得在环保环境啊等等生活周遭的，这不代表是社会躺平，而是不是社会有限，也就是说很容易就会有吸奶地了，就为了环境，为了下一代这个是我觉得我这边特别有很强的能量。我们自己的理念很强。还有没有其他的？
们在谈这个地方什么对地方能力的配置，对于这种比较弱势的县市，资源不断的流失，跟资源多的那种城市，怎么样去？我一说脱贫就是说，包含就是因为它很大的影响，因为它占了我的三分之二，三分之二是非常的。我也不是很有经验，可是我的确碰到，就是说，那个其实我们过去几年，包括郑梅姐也是嘛，就我们那个时候跟他一起推的，发现了很多地方政府面临的问题之后，其实是我觉得中央政府或者说国家层级的这个的这些这个制度团队，当他下去辅导地方政府的时候，的确策略上有一些改变啊。可是他们一开始的确是希望把那个。把那个模范生先做出来，那可是我觉得下阶段就的确要去那个济弱扶倾，就是说，因为地方政府有的真的走得好快，那可是就是说很多地方政府是他自己条件不好以外，可是首长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诱因，或是说他的这个政治的气质上去弄。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讲，就是说能源转型这个部分如果不清楚的话，我觉得很难靠很多的这个鼓励啊或什么方式去弄。所以我是觉得还是要有清楚的诱因，而且那个我觉得地方政府真的不知道能源转型未来对它的正负面的重点是什么。所以我刚刚讲的可能是比较明确一点啊，可是我觉得真的好好去跟地方政府问你自己想象的能源转型到底对你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重要，济弱扶倾真的在这瞬间让人更重要。谢谢。其他的话，他可能就推动接的这一块。好，我想这个大家说的都 OK。OK， 你的调查里面有限制吗？就是您，我跟你的那个反应。好，其实我们自己有另外有学生做，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澎湖的研究。那啊，澎湖在讲澎湖地震的问题，啊，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啊，有不一样的声音。把我来讲讲比较含蓄一点，哈哈，保守。不过无论如何，大家就是它有很大的瓶颈，很大。你们知道，其实一个很大的瓶颈就是说，
中央很想推也愿意跟资源，然后做一些架构啊，或者说那种，其实我还是一直觉得，就是说要走下一步之前还是要认识自己的，就是说，中央可能要多花一点精神，看看是不是更了解公司。对，在订定计划的时候，就那我不知道这讲出来，可能大家会觉得这真的是这样吗？但是太多情况是，中央不了解在地，但很有可能是在地也不了解自己，就自己也不了解自己。但是这种双方都不了解之下，那中央跟地方长期以来就是本来就是讲好听是委托关系，其实是子弟的本质关系嘛。那大家都互相不了解，然后另外中央一方可能觉得地方应该更了解自己，但是其实有时候自己不是很了解，所以我们应该花更多精神去了解自己，才知道下一步。可以说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现在跟谢谢大家今天参加我们这一个会谈。我最后讲到这个资源的多少，在节目也好，然后绿电其实有产，然后还有消费。那如果我们相信后看时代的蓝绿，今天我们说这个关键，那就像我们过去把台湾刚刚讲说，某某某是工业大国，某某某是工业大国。某某某是这个商业的，那你想象的后看经济的时候，这个秩序就会改变。你就会看到台湾有绿电大县，那那时候它就是资源多，因为它掌握最高的人员。那它如果我们相信后看的经济是现跟现在，我们现在就是以对话权来调速，超乎想象的空间下面。经济，所以这个什么是资源多，什么时候资源少？那以现在我们用看经济所想的，就是我们乡下去推进。那你问我们这个，像我彰化的，这种彰化的乡下，我走到乡下，你要叫我结什么？那现在产业你都不一样，你反而问他说怎么卖是卖不对。所以这个其实是还得看一下，有时候你照顾不断的推送一个企业，他是不太需要募金，都是尽量不要开工，是这样啊。所以这个我们说我们开始在推这个事情，就是后段经济的新秩序之下，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好的制度，有这个市场啊，对不对？希望我们今天这个提供大家一些视野，可以来。大家都思考这个问题，谢谢大家。